如果我是你的抽屉，也许就能为你整理归纳心情。如果我是你的靠椅，至少可以当你部分的中心。会不会我太贪心，不只是想要你的心，更想参与这颗心的经历。宁愿是你的家具，听你秘密和为谁叹息，感受你没排练没防备的表情，最真实的快乐想起。羡慕你的家具能收藏你心痛过的痕迹，他们不像我需要挣扎该对开启，静静待在原地就能等到你情愿的情景。情愿的情景。